燕学姐抱紧紧，同台当一日店长比人气，不止民众抢拍，围着要签名，媒体同样大阵仗。挤镜头啊，快点！抢镜头啊！你不要动！黄金莹几乎等于曝光保证，北市府宣传现在都算上他一份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维护跨年场地的清洁，不要忘记我最讨厌的就是乱丢垃圾的人。不止帮跨年宣导，垃圾不落地，还被资讯局签下当代言人。身为北市府副发言人，学姐每天行程满满满，因为只要需要宣传，几乎都得他上阵。对，都是无酬演出。有各局处抢翻天吗？就是有一些局处来询问啊。事业得意，却有命理师分析，黄金莹的颧骨有力，代表事业运好，会获得主管信任。不过唇形气场乱，可能感情路会走得比较艰辛，选对象要特别小心。我有看到这则新闻，那就是看看就好讲。比较希望说，现在在副发言人这个职位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比较专业的一面。算命之说，听听就好。黄金莹平常心，因为其实感情状态很稳定，也让他拼事业很放心。三立新闻，方木山青，看不到。